不要嘛，不要嘛，不要嘛！哦，越来越接近电话了。还在睡啊？怎么样，做了场好梦吗？妈，既然你们这么想我的话，就给你们看我的脚脚也可以啦。怎么了？光看脚还不足够吗？还想看更多一点吗？你们想被裁？怎么会有这么好玩的邀请？就这么想要被我裁啊？啊，对了，你们有发现我的链子会动吗？可不要因为被我裁了很高兴，就没有好好仔细看我的脚脚哦。怎么样，我的新鞋子被我踩起的感觉怎么样啊？开心吗？看在你们那么努力，在拆我新衣服的份上，再给你们多看一点好喽。怎么样，还喜欢这个破的方式吗？很好看，对吧？啊，能让你们看到是你们的荣幸。哼，只会看到袜子有没有咬肉，你们这些变态，该看的不是那个地方吧？就这么喜欢那里吗？嗯，这么喜欢被咬肉的地方？偷看我的绝对领域，你们还想活着走出去？想看到我的内裤？变态！你们这些变态，不要再看我的绝对领域了，看看我的熊爪嘛！你们现在该不会还是盯着我的底下？不可以这么恶心啊！你们还想看更多，对吧？好奇怪啊，我手上拿的东西是什么啊？不可以哦，不可以只看我手上的东西。好好看我的腰带啊，我的腰带很可爱，对吧？上面可是有一个很可爱的熊熊呢。我的棒棒已经出来了呢，以后会好好拿着这根教训你们的哦。好像快出来了呢，我可爱的小脸脸。不过呢，现在就先盯着我的胸前看吧。你现在盯着我，也不会说你在骚扰我。允许给你们看的机会，还不是没胸？是谁那么放肆啊？又是谁在那边说我没有胸的？停！哈哈，你们真的是找死哎！一群下等的熊熊们还敢放肆，是不是欠打？要你们好好看我胸前的熊熊，一堆人都在看奇怪的地方，看来是活得不耐烦了。还敢叫我太平公主啊？是谁还那么放肆啊？听好了，以后你们就是我的人了，不准放肆，听懂了吗？谢谢你们各位，我今天很满足。话说回来，你们知道我喜欢什么吗？我最喜欢你们害怕的表情了，我会很兴奋呢。想看裙子？还不可以哦，只有我说可以的时候才可以啊。不过还有一件更喜欢的事呢，是什么呢？扑在滴滴，以后谁不听话的话，就要被我打死了。抱歉。太可怕了吗？等一下哦，这样有没有比较不可怕一点啦？不过稍微修炼一点，不代表你们可以放肆哦，知道吗？我有时候还是会很凶的，你们不乖乖的话，我还是会打你们屁股的哟。所以你们要乖一点，知道吗？要乖一点，不然不止我的棒棒，我想我的手手应该也会不太受控制。我会好好的，一个一个打你。好啦，不吓你们了。不过，刚有一个说我太平公主的，坏死了。过分啊！气死了！怎么可以说我太平公主？不可以叫我太平公主，知道了吗？我去，
你们如果讲太多的话，我会那个的，我会。我会很难过，不要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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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说我太平公主嘛，我错了吗？哭哭哦。